提起泰国游，你的印象是否还停留在曼谷、清迈、普吉这老三样？如果你想窥见不一样的泰国，如果你想深度体验泰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，如果你想揭开千百年前文化的一角，来彭斯洛吧。这里莫有大城市的喧嚣，这城市有各种咖啡厅和饭店任你尝试，却有那么般变幻莫测的美妙。你还可感受到那昆村农村地道的泰式农家乐和你未曾见过的安静。这里有古典皇家庙宇的气派，却有成功佛连宴的护佑帕普塔奇纳纳寺信徒们最虔诚的祷告。在这城市还有中国华人和善良者同心建的西天佛堂，味美素食。这就是彭斯洛，一个你未曾见过且不可错过的纯粹泰国。